财神日。你查一下，他知道他们说生日在玩。啊，昨天生日，昨天生日。这位我留了，照片我也拍了。还有一个是谁？那三送二吗？还是二送二？二，五栋两层。哇！哎呀，你怎么骑车啊？因为送你找他们，他们出去车。有啊，刚刚说五栋两要不要开车过来？我说好。啊，没有啊，不然太久，一个你开车的车长，一个跟他们。本分局于27日20时许接获报案，在本辖中正北路有妨碍自由行事，立即派员迅速前往。经了解，系周兰等四人为给生日的简男惊喜而恶作剧，自拍影片假装压人。警方20分钟内拦查到人车，无人受伤。周兰等人亦无携带违禁品，经代管所查证身份属实，确认状况安全无虞后，告诫周兰等人勿违法乱纪。